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郑爽参加了综艺节目《这就是铁甲》节目中，尽情展现了她的真性格，在镜头前为她的队员呐喊助威，而节目中郑爽也收获了爱情，和节目中的张恒结缘，慢慢的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郑爽和张恒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公开，而是悄悄的谈恋爱，之后被媒体拍到才公开了恋情，也是让不少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自从郑爽结束了和张翰的恋情后，就再也没有很开心的谈恋爱过，如今遇到张恒，又重新将之前的郑爽找了回来，也是一件值得令人开心的事了。最近郑爽携男友张恒一同参加某档综艺节目，也是受到不少人的关注。在采访的时候，郑爽就霸气直言张恒是他最爱的一个，但不料下一秒张恒的表情可谓是细思极恐，并还表示起初并不喜欢郑爽，估计听到这句话的郑爽要哭鼻子了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于这对情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